那刘氏该死了！想死吗？你死定了！向我的战士们，把枪拿起来！金山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李道，你怎么会认识他？他是我爸。你爸？郭律师厅长，您不用害怕，我是金枪鱼，是国际刑警和中国警察的卧底。他是金枪鱼，文总的侦查员。所有注意，没有命令，谁也不许开枪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回来！今天起风了。真的是他。看来是台风。你好，金枪鱼同志。你好，可以走了吧？